新北市树林一间药局的吴姓夫妻档涉嫌从2018年开始，透过各种名目来诓骗民众投资自家的药局，甚至在缺蛋期间就招揽民众说要投资买蛋来赚取高额的利润，违法吸金超过38亿元。检方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还有诈欺等罪嫌起诉。头戴鸭舌帽，跟着调查官走进地检署，他的林姓妻子也被带回讯问。检调今年初发动搜索约谈，这对吴姓夫妻档开药局做生意，却涉嫌诓骗民众投资自家药局，从事吸金诈骗。他太太跟住户都蛮熟悉的，因为感情可能也不错，有人甚至投资很多，那也有人部分比较少了的，比如说几十万。那个时候药材很容易很难进来嘛，投资某个公司啊，我是这样，大概他上当了这样。检方追查发现，这对夫妻找来朋友共谋，一边骗说要拓店，吸引投资成股东。疫情肆虐期间，看准灾难财，说有管道能销售，短期就有高报酬，只差资金购买防疫物资，甚至还经营赖团购，趁着国内闹蛋荒，招揽民众砸钱投资，让他们买蛋贩售获利。从2018年开始，吸金超过38亿元，至少10多人受害。而检方25号侦查终结，将3人提起公诉。本署在今天依照违反银行法以及诈欺等罪嫌起诉吴姓夫妻档以及他们的友人一名王姓共犯。全案会曝光，原来有民众一直领不到利润，才惊觉事态不对。就在事件爆发后，位在新北市树林的这间药局铁门深锁，已经没有营业。这回除了赔上了信任，接下来更要为自己行为负上刑事责任。记者川城立峰，新北报道。